最後一 part 咧，佢要揾咧呢個字啊，Salmon呢個字咩意思先 ？AOF Salmon 咧，呢度係有個 setter，F C A 咁樣一個跨條嘅 setter。咁 Salmon 係指緊邊一部分啊？唔係成部分，唔係全部㗎 ，Salmon 係指緊，係啦，呢部分先係 Salmon 嚇。咁所以個 Salmon 咧。 個角係135度，我就將 setter 嗰個 pi r 係幾多 ？r 係幾多？正話計嗰啦。即係半徑係3·2嘅2次，再乘翻個 theta，theta 係135度 over 360度，再減翻佢個。 三個人嘅面積，三個人面積即係二分之一，3·3·2嘅2次 ，sin 135。嗱，你睇下佢而家要係用 pi 表示，用 pi 表示同埋用 square 方表示，所以唔好咁開心諗住即刻撳機，你搞機只會係做咗個機佬嘅啫，用翻 square 方啫，呢個係18，18約埋係。 27 over 4 pi， 呢個咧，曬135度幾多？曬一 over 開方二，係啦，或者開方二 over 二，所以個答案係咁寫嘅。 好，呢個就答案啦。